大家對於三跑有啲咩睇法呢？我基本上咧係認同咧，我哋香港嘅基建要增加，但係我自己本身係反對興建呢個三跑。我認為應該要加強喺珠三角裏面，我哋實在太多機場。如果我哋可以協調得到嘅時候咧，最好不過。曾經我有個概念就係話，不如用個錢收購咗珠海佢，然後用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咧，將我哋嘅嗰個航空嚟疏導。但是奈何經過討論之後，而家要做咧，既然是民主的精神，講咗要做，我哋不能夠回頭。我亦都認同咧，阿田少講嘅嘢。如果改唔到嘅，就要做，唔好搞對抗。頭先何君瑤呢個講法咧，完全係叛逆嘅喎。佢話收購珠海，我哋香港人講港獨又唔得，佢而家講反攻大陸喎。是不是應該 DQ 佢啦？喂，我收購主權啊，老友，你大學教授嚟噶，咁你都唔識啊？我哋支持三跑嘅，大家唔好活喺過去啊！我哋要展望未來，而家我哋要睇嘅係將來嘅發展。何君瑤有冇回應？你聽清楚，我哋要收購係外邊嘅工程，喺香港現在係好常見嘅，包括地鐵經營權嗰啲等等啊！我都想講啊，泛民咧係經濟盲嚟，完全唔懂嘅。講咗空域，你而家連基礎建設都冇，你點同人係爭取空域個話語權啊？